次。中华队每一位球员都必须要有出手投篮的准备，而且要有信心，要有看篮筐的信心。莱斯特又塞给多希特，中华队的两名球员顶着他还是不行，没办法，守住了也守到了，但是他投进就是他的能力了。目前单节多希特拿下了九分，简家宏在帮林志杰做掩护，回给了简家宏在罚球线。对，其实最多机会的就是简家宏这个点，因为多希特。All bets on sport. The energy flows. The team is on fire. The victory is coming. What is bet? This is you.对，每场比赛9.5分。汉迪弗洛斯的转身也有。哇，汉迪弗洛斯啊，汉迪弗洛斯这个动作，一个垫步再做一个转身后弹，哎呦，我还是要避免这么远的距离出手。志杰，其实他的一个手感啊，在琼斯杯上并没有完全发挥，那他要投这么远距离的。相对更加会降低他的一个命中率，对，他应该可以采取他擅长的一些切入。裁判抓巴洛卡两次运球，菲律宾的七个篮板球全部都是防守篮板。简家宏在多希特面前再度投进，甚至可以打上先发了。我觉得他这样表现呢，绝对可以在这个琼斯杯里面啊，很早就可以排上先发。前面像一片，又是简家宏拿球，多希特这回扑出来，切入到禁区的传球危险，再救回来，陈顺祥得到一个空档，扫球进，对。所以顺祥上来之后呢？还是区域防守。哎，怎么会漏掉这个持球的人呢？五次得分，球在小四的手上，张宗宪进场，转身再交给简家宏，又是一个中距离的机会。他今天面对到菲律宾，同样的，他在这低位甚至罚球线位置，真的有他的那个两把刷子。那场中华队输给韩国队42分的比赛，简家宏个人是亮点。对，他今天卡奇拉也上来了，所以菲律宾现在把禁区的高度再做提升。多希特禁区的单打没有，自己用左手再把进攻篮板抓回来。想不到可能就是要想办法往外单打，中距出手会有一些的影响。对，多希特又接到球，再给阿奇拉，哇，太靠近篮筐。两个人是一个算是移动的篮板跟得分的机器，没有办法去说同时两个都要去被包夹。对，吕振如的空档出现。中华队封菲律宾已经把两个内线的球员都摆上来了。球交给了多希特，简家宏防守他，篮板还在多希特手上，直接空中对抗进。靠他了，对，要做的事情很多。好了，做一个掩护，莱斯特空中的高抛投，好球。你不得不佩服菲律宾他们这种抛投的方式，几乎每一个球员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技巧，因为毕竟他们身高不是太高。在这节菲律宾有四名球员有得分记录，莱斯特刚才的高抛投之后让他个人也得到6分。对，所以说基本上他们已经知道这样的情况，更加就是你在挑选人选的时候，你学密集的赛程呢，你的板凳深度就很重要。现在又给到了简家宏，球进。巴洛卡的转身很快的找篮筐也找到。哇，巴洛卡的身材啊这么矮小，可是可以看出来他能够打到球队的主力的控球后卫，
除了他传球的能力以外，他在攻击的时候呢，对于在防守的人的判断呢，非常的仔细而且正确。野兽接球，三分外线拔起，有。自己是用了接球直接出手啊。他来单打，但巴洛卡蛮硬的。哎呦，他那稍微随性了一些。自己有点把自己情绪带到太高了，对。而且这时候塔瓦也的也有小动作，嗯，他一看他的胳膊一个拐子直接架到小四身上，哇，而且还指，我以为是应厂商要求，身法厂商的要求，代言吗？如果这样就厉害了。球会给信安，弧顶位置切进去，又给到简家豪。我觉得简家豪最好的朋友应该就是陈信安，他可以考虑一下他自己的一个中距套头，甚至外线出手。罗西特出手没进吧？抓篮板后换进。他的移动能力这次又展现出来了。他发生了七次失误，菲律宾五次。安妮弗洛斯又靠着外围的掩护出手，又给进去的巴洛卡得分了。地板送给加宏，被拨了一下，球掉。哎，巴洛卡结果是踩到线，裁判认为已经出界。但是就在菲律宾的板凳区之前，进攻时间现在如果还是中华队的话，剩下7.4秒。哦，人已经出去了。对，出去你就不能瞬间再回来。哎呀，还是失误收场。巴洛卡要球，外线的出手还是短。罗西特有推人的嫌疑哦，有推人的动作。对，这手肘还蛮比较高，石头六中。球在学林手上，外线投进三分。就是一个及时雨，不知道改变的，所以他现在必须能够在其他的部分不知道来加强更多的进攻手。罗斯特高举高打又进了，哇！最后这十秒钟还是被菲律宾把握住，而且菲律宾叫这个暂停啊，这个战术是成功的。对，这没进真的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这不进就是证明自己的问题了。巴洛卡切入进去的。今天菲律宾没有代表，卡西欧也上来就麻烦。今天没有对时啊。对。巴洛卡这是一个错位的还是进？啊，所以学林啊一定要注意啊，在对方啊已经连续的。学林要来对抗了，禁区的转身。各位，学林这次啊，拿着吃的秤砣，准确度就没有了。哎，球运掉了，张忠宪抄到之后，球放进，而且还被裁判抓了一个违反运动道德。陈信安在莱斯特面前找队友，再回给徐林时剩下十秒钟，对方倒地，这出手。莱斯特向裁判说他被拐子打中，是裁判主动的一个暂停。约旦籍的裁判上去稍微看了一下，我也暂停的动作，但就是这个动作。现在切入，多西特过来帮忙，里面送不进去，送到外围给陈胜祥。胜祥的，我说可能教练团都是拿到，底线多了一个人，贝拉卡尔的出手也没进。被多西特捡到篮板，可惜啊，这球是从信安的手给滑掉去。教练说：“你连篮筐都不看，我很难用。”对，可以看到，一来一往，至少差了。的差距，只要投进一两个，对中华队来说伤害都很大。莱斯特再转移，贝拉卡尔，张念贤，陈信安扑出来之后，多西特接到球 ，and one。今天菲律宾的锋线球员。地板球给信安，还是莱斯特防守他，
现在在莱斯特面前空心投进，结束时场主线，就是汉迪弗洛斯等在三分线外，我真的很麻烦。又塞进去，但陈信安的在前防守发挥了作用。信安在三个人面前换成全场上演。贝拉卡尔外线的投射机会没把握，哦，直接莱斯特单手拖进。中华队采取这个只要有 pick and roll 就做换人。哎呦，这球队我多少钱我合理我就给你买。对，好，陶拉瓦也上来，把多西特换下去，莱斯特打到禁区，大家都累了，需要喘口气。汉迪弗洛斯气喘完之后投进。其他人都跑不动了。陈顺祥一波两波就落下来，小四拿到，又给解号，防守球员根本还不在范围内。而且不要退了，不要沉退了，现在的时间来讲的话，中华队落后这么多分数，你就不要再沉退了。区域防守，汉迪弗洛斯外线投进三分，因为打开了，现在的小四拿到。哎呦，志杰真的累了，可以考虑把他换下去休息。对，让对方来一个空中接力。对，好，右侧上来是陈顺祥，中华队反击也很快，但是打得比较不累的应该是菲律宾，因为他领先分数多。哦，陶拉瓦这个地板球交得漂亮，这个传真引线给顺祥，外线没进，再抓一个进攻篮板，空手牵了陈顺祥，四十二。他的表现会让大家，而且球迷啊，眼睛的大亮。对，对，韩国那场也超过了20分。哎呀，对方还是一个 high low。也不能说，因为现在说分数这么多，中华队的防守好像有点形同虚设的感觉。外线投进的是陈顺祥，差了一点。陶拉瓦拿到长传前场，贝拉卡尔再回给陶拉瓦。哎呀！现在得到一个正面的消息，就是林志杰暂时可以不用回中国，他可以一直到亚锦赛结束之后呢才回。陈顺祥再给朱祥义，禁区的交球给到简嘉宏，那是中华队的球权。小四在陶拉瓦面前，对方脚步跟不上了。是啊，多给他几个赞。好，双方的球员已经是先行握手了，最后两队的差距是10分，中华队并没有放弃这场比赛，最后还是拼命的攻击，把这一度落后的20分10分还是追回了一下。